穿越火线枪战王者版本再升级，刀王排位终于降临，考验身法步伐的机会来了。钢枪能算好汉，够胆就来钢刀。刀王排位灭对方营，生存特训海岛地图大更新，新增钻井平台，可移动岛屿，水陆两栖车将战火烧到海上，抢滩登陆，你是防御还是冲锋？跨海狙击够准，方能一夫当关。全新道具防爆盾牌，让你更好地配合队友进攻，更有新时装同步上线。除此之外，武器平衡性全面优化，让对战更公平。新版还将更新两张端游经典地图、港口地图、环境爆破，快来组队吧！版本魅力来战便知。穿越火线枪战王者版本更新，特训爆破震撼上线，画质再突破，还原写实战场，动态天空，水下迷雾，场景破碎，一三视角切换，蹲爬游多姿势解锁，爆破的战场超真实，5v5策略对抗，据点守望之战，谁胜谁负用战术对决，炸或被炸，配合决定成败。没有据点是一个 C4 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那就两个。王者之魄荣耀降临，身上剩余的物资不多了，希望还能坚持一段时间。几个小时前，我们被派往这座岛执行秘密任务，这里资源极度匮乏，危机四伏。光意味着活下去的希望。我快受不了了。被黑暗吞噬，就意味着死亡。黑夜给了感染者更强大的力量，只有联合作战才能最终生存，得继续前进了。自登岛那一刻起，岛屿的自毁系统就已开启，我们必须在12小时内找到逃生胶囊，但逃生胶囊只有4个，战斗在所难免。寻找唯一的逃生希望。